变跑道，上下跑道了。我起飞降落，起飞降落，回来哦。好来，那就这不通，过完那个玻璃再降落。那个玻璃再考虑看。对，这个灯杆高，灯杆高啊，要风流。好，自己看着玩，要风流这样。那等我转的时候再 flip 好不好？这个距离可以吗？可以。再高一点。那我现在开回来啊，开。那你收油。不要抬平机头，不要抬平，让它自然直下，自然这样子直下，哎，让它自然直下，这样直下是吧？对。哎，再一圈，再一圈。那一圈呢？那一圈大概两个到三个灯杆高。两到三个灯杆高。收油。因为他习惯拉。哎，不要拉。就依照这个降落，不要再抬。收油。全收啊。全收。对。全收不会失速吗？你要头直下就不会失速，了。啊，对，就不会失速。头直下，你不要拉。这样子。哎，对，不要拉。这样子。不要拉，没问题啊，不要拉。